生活英语，英语生活，用最简单、最实用的会话，让您快乐说英语。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快乐说英语》，我是小乐老师，我们又见面喽。我们上集说到，在叙述时间的时候可以用到的一些英文用语还有用词，像是首先，如果你想要问别人时间的话，最基本的那一个句型就是 What time is it？ What time is it？ 就是现在几点？那么对方就会回答你 It's。例如说 It's 11 o'clock， 就是现在11点。 It's 11 o'clock， 现在11点。那假如你想要形容说在某个时间点某件事情要发生了，例如说 My bus is coming at 11:15， 这句子的意思就是我的公车会在11:15的时候来。那刚好我们上集学到了叙述时间的英文嘛，今天就可以学以致用。为什么呢？因为会讲到时间的最常一个情形就是和别人约见面的时候。你们要约见面，那当然就要说约在哪里，要约几点，要做什么，对吧？那么要如何顺利的用英文和别人约见面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了。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情景模拟。安排见面 Part 1。 Hi Jack, are you free this weekend? Yes, I think so. What's up?Do you want to catch up over lunch? Sure, I'd love to. When should we meet? Hi, Jack. Are you free this weekend? Yes, I think so. What's up? Do you want to catch up over lunch? Sure, I'd love to. When should we meet? 看完了刚刚的情景模拟，我们一起来看看里面有哪一些非常好用的句子。首先我们第一句说到 Are you free this weekend? Are you free this weekend?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周末有空吗？ Are you free? 就是你有没有空，那后面加上一个时间点 This weekend, 这个周末。 Are you free this weekend? 你这周末有空吗？那当然了，如果你是想要约其他时间的话，你就把后面这个 this weekend 换掉。例如说你可以说 Are you free this Friday? 你这周五有空吗？再来看一下这个句型 Are you free this weekend? 你这周末有空吗？这就是你在邀约别人的时候可以用到的一个问句。你这周末有空吗？ Are you free this weekend? 那如果人家说有啊，我有空，有什么事呢？那你可以问他说 Do you want to catch up over lunch? Do you want to catch up over lunch?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你想不想要吃午餐我们聚一下。 Do you want to catch up? 就是你想不想小聚一下。 Over lunch 就是透过吃午餐然后来小聚一下。 Do you want to catch up over lunch? 你想不想要吃午餐我们小聚一下。同样的，最后这个时间的这个形容词你可以把它换掉，例如说你可能是想用借由喝咖啡来小聚一下，你就可以说 Do you want to catch up over coffee?Do you want to catch up over coffee? 就是我们喝个咖啡小聚一下好不好呢？再来看一次这个句型。Do you want to catch up over lunch? 你想不想吃午餐聚聚呢？最后我们在约见面的时候，首先呢一个重点就是要约时间。那你可以用到这个句子就是 When should we meet? When should we meet? 就是我们要约什么时候见面。 When should we? 就是我们要什么时候做某件事情 ？Meet 就是碰面。When should we meet? 我们要约什么时候见面？什么时候碰面 ？When should we meet? 我们要约什么时候见面呢？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情境当中有哪一些非常实用的单词。首先，我们刚刚第一句说到 ，Are you free this weekend? Weekend 这个词呢，就是周末的意思。Weekend 周末是一个名词。 Weekend 周末，这个周末指的就是周六周日，那有时候也有人会把周五晚上可能也是当作周末来形容。 Weekend 周末。接着我们刚刚第二句说到 Do you want to catch up over lunch?Do you want to catch up over lunch? 意思就是你想不想透过吃午餐我们小聚一下呢？那么 lunch 这个词就是午餐的意思。
lunch, lunch, 午餐、午饭也是一个名词。最后，我们刚刚的句型说到 when should we meet 是我们要约什么时候见面，那么 meet 这个词呢，就是会面、会合的意思，是一个动词。meet, meet, 会面、会合。那除了这个意思以外，其实在有一些其他的句型里面，它也可以当作认识。就像我们之前有学到 nice to meet you 就是很高兴认识你，那在那种句型当中 meet 是认识的意思，不过怎么样来说都是有一种就是两个人见面会面的一个意思存在。 meet 会面会合或者认识是动词。最后的单词我们很快的补充一下，我们刚刚说到 weekend 是周末，那如果因为你在约时间的时候可能会约周一到周日这其中一天嘛，所以想要跟你们很快的介绍一下这七天的说法怎么说。首先周一就是 Monday, Monday, 周二呢是 Tuesday, Tuesday, 周三是 Wednesday, Wednesday, 周四是 Thursday, Thursday, 周五是 Friday,Friday, 周六是 Saturday, Saturday, 最后周天周日是 Sunday, Sunday。 新西兰生活小常识，今天的小常识要教大家一个非常地道的英文用语，也就是我们今天情境里面有说到的 What's up。 What's up 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句你可能会常听到的一个句子，但是我们要怎么样使用它，还有当有人跟你说 What's up 的时候又要怎么回应呢？先跟大家说啊， What's up 这个词它的起源原是来自于 What's the update， 也就是通常是使用在询问人家事情发展的状况，那后来呢演变成现在常见的一个问候语。那 What's up 通常使用是在有两种情形里面，第一个呢就是打招呼的时候，在打招呼的时候 What's up 的意思也就是说 What's happening, What's new，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打招呼呀或者问候的模式，它的意思大概就是说，哎，你最近在忙什么呀，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那此时啊，如果有人问你说 What's up， 你就可以回答说 Not much， 或者说 Nothing new， just alright， 就是也意思就是说没事，一切都好的意思。我们举个例子哦，例如说有人跟你说 What's up man， 那你就可以回答他 Not much。 那么另外一个情形呢，就是在询问别人What's up 这个句子作为询问的时候，通常是在你如果可以感觉到对方可能有困难或者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那你为了想要有礼貌性又不具侵犯性的确认对方的状况，你就可以问他说 What's up， 就是来跟对方询问。就像我们今天的情境里面啊，主角问对方说 Are you free this weekend， 你这个周末有空吗？那对方回答说 What's up， 也就是说怎么了的意思。那相似的说法有 What's the matter。那以上这些呢就是 What's up 这句话的意思。那这么简洁好用的句子你们都学起来了吗？看完了刚刚的教学内容，接着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今天学到了哪一些在跟别人约见面的时候可以用到的英文用语还有用词。 Hi Jack, are you free this weekend? Yes, I think so. What's up? Do you want to catch up over lunch? Sure, I'd love to. When should we meet?Hi, Jack. Are you free this weekend? Yes, I think so. What's up? Do you want to catch up over lunch? Sure, I'd love to. When should we meet? Are you free this weekend? 你这周末有空吗? Are you free this weekend? 你这周末有空吗? 再来看一次这个句型。Do you want to catch up over lunch?你想不想吃午餐聚聚呢？再来看一次这个句型。Do you want to catch up over lunch? 你想不想吃午餐聚聚呢？ When should we meet? 就是我们要约什么时候见面。When should we meet? 就是我们要约什么时候见面。Weekend. Weekend. 周末是一个名词。Weekend. 周末。那么 lunch 这个词就是午餐的意思。 lunch
lunch， 午餐、午饭，也是一个名词。那么 meet 这个词呢，就是会面、会合的意思，是一个动词。meet， 会面、会合。首先，周一就是 Monday。周二呢是 Tuesday。周三是 Wednesday。周四是 Thursday。周五是 Friday。周六是 Saturday。最后周天周日是 Sunday。生活英语，英语生活，用最简单、最实用的会话，让您快乐说英语。我们今天学到呢，是在跟朋友约见面的时候可以用到的一些英文用句还有用词。那么我们人的生活当中啊，因为你总不可能每天都自己在家里面嘛，所以如果你想要约别人出去的话呢，你就可以试着用用看这些句子，然后可以让你更轻易、更顺利的去跟别人约见面的时间还有地点。那谢谢你们收看今天的快乐说英语，我是小乐老师，我们下期再见。